哪个是狗肉呀？我真的服啦！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吧！哇，谢谢，好幸福呀，好幸福！突然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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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啊！欢迎家人们哈，哥哥姐姐叔叔们，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吃饭的打一波吃了，没吃的姐姐们打一波没吃。吃了的姐姐们打一波吃了。没事。我还有人是没有吃饭的吗？啊，应该都吃了吧，姐姐吧。阿哥，你是不是太过于激动了？哇，天呐，我们吃的，然后现在又饿了。咋可能那么早就吃了？吃什么？对呀。这个女人真的是看到了新欢，什么意思呀？都出公园跳舞了，然后才吃饭。欢迎所有的姐姐们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妹妹，你是胖了多少斤？姐姐们，我这不是胖了，我这不是胖了。你们都在说我胖了，我胖了，这个不是胖，这个不是胖。你们觉得我这个是胖吗？天呐，难道还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吗？姐姐们，是吧？是肥什么？是吧？他说是肥肥，啊，肥，肥，嗯，那肥和胖不是一回事吗？哥，就是一样的呀，对，一样的嘛。就是说他们在说你是胖的，是吧？我也就是这个意胖思。的。他们说你是胖的，我是胖的嘛，没有，不是姐姐们，我不是胖的，我不是胖的，你未婚先孕了还好意思天天说吗？可是我，哎，阿哥，但是我觉得哈，姐姐们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姐姐们，那怎么说呢？那就是谁也想，就是对吧？那结了婚再怀孕的，然后那还没结婚，那怀孕了也是不是好的嘛？你们觉得好不好？好的话打个好，不好的话打个不好。其实我感觉现在的话，就是挺正常了吧？我感觉，对不对，姐姐们？没有，就是你们外面有没有就是还没结婚就有那个什么有宝宝了的？有的打个有，没有的打个没有，姐姐们，我感觉应该也有吧。主要是我们两个是还订了婚，就只是我是们，他一直没过来娶我。对，我们是订了婚的，姐姐们。但如果我怀的不是他的，然后怀了别人的，你这样子说我，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主要是我怀的是一个被认可的人，被所有人支持的人，然后我没有背着他去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可以啦，而且他也很相信我。怀疑怀疑，因为还有的人说，我有段时间一个人到山里面去捡虫草，所以是不是不是二哥的？天呐，家人们，你们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扣个一，不是他的扣个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哎想法呦，就呢？是芳芳姐姐说也是，这是还没结婚，就只有那个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姐姐们，那你们不要这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好不好，姐姐们？我承认，我就真的是只有这么，就是只有那我们两个几乎，我看一下，是不是几个月？就是我看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分开的，然后几个月没见面了。自从
我看完病以后，九月份过后，我们俩几乎都是没见面的了。我承认，就只有这么一次，就过年的时候去了他们家以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在那个了。但是孩子是真真实实的，是他的哈，家人们。嗯嗯，在我们这边未婚先孕会被笑死的。我，就二哥就，就。又没脑袋了，不是的，姐姐们，你们为啥就不想？就很多家人们是觉得是二哥的，虽然说我确实只有去过二哥家这么一次，但是我跟你们说哈，我以我二哥也在我旁边，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在我旁边，我以我的五指来跟家人们，那个这个孩子肯定是二哥的，肯定是二哥的，真的。那肯定是我的呀，那不是我的是谁的？姐姐，你们说，对不对？嗯。你怎么还问这些话题呢，姐姐们？肯定是我的，二哥你好肯定啊。那为啥不肯定呢，姐姐们？对不对？哇，说明你很相信，很相信我，很相信我，又很爱我，对吧？嗯。对对对对，就家人们说的很对很对。你们结婚了吗？姐姐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结婚了呀？结了都打个一，还没结了打个二，那是怎么就是怎么什么那个？有些姐姐们都还不知道呢。啥事？真的胡说八道，还老王的。二哥，你不用看那些公屏。嗯。二哥不，这你们再怎么说，二哥他都会相信我的，好吧？对吧，阿哥？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很，那到时候生出来就知道了呀。那有些不相信我们两个的人，我们俩生出来就知道呀，肯定长得只像我们两个呀。阿哥合不拢嘴了，合不拢嘴了。不是姐姐，那高兴不是正常嘛，对不对？你们感觉就是应不应该高兴？应该高兴的就是打个高兴，不高兴的话打个不高兴，对吧？对。那为啥不傻就不能高兴呢？哼，阿哥是最高兴的，你们知道吗，姐姐们？阿哥是最高兴的，因为在阿哥家的整个家庭里面，我能说吗？阿哥，这个我能说吗？可以啊，家人们，就我跟你们说，你们会嫌弃阿哥吗？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如果我说出来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嫌弃我这个未来的老公。嗯，因为在他们家的整个家庭里面，二哥是，无论比他大的也好，无论比他小的也好，二哥是唯一那个还没有。你现在是到几岁了来着？三十。哦，现在是三十岁了吗？哦，然后二哥是三十岁了，还没有娶老婆的唯一一个。婚后他不抛弃你就好了，不会的，姐姐们，不会的，不会的，嗯。姐姐们，我是属狗的。哦，是真正的老公呢。我是属狗的，然后是94年的，然后你们是29还是30啦？29还是30？是虚岁是29是吧？实岁是30是吧？40了，这个大姐是这个大哥是怎么算的呀？还40了？哪里是40？还没到40啊，姐姐们。应该。虽然我就是长得像40，长得有点那个什么，着急，知道吧？那还没到40。30，几月份生的？这个暂时保密。其实姐姐们，我是那个什么，3月份生的。现在是啊，你是3月份？我是3月份生的。我都不知道我是几月份生的，对吧？怎么每个月都不一样呢，姐姐们？有些人说31，有些人说40，有些人是30，有些人是69、67。那怎么不一样呢？因为你看起来像的爷爷吧。自己一样大是吧？那还有的人说我是个40多岁、50多岁，所以我们俩是般配的，对吧，姐姐们？完了，完了，
什么时候过来的？姐姐问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呀？知道的可以打到公屏上拍下，不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我啥时候过来的。我们天天都在那边。没有，姐姐们，我没有天天都在这边，知道吧？我没有天天都在这里呀。我们这次过来是有事情哈，姐姐们。对啊。嗯，啊，我妈妈在哪里呀，姐姐们？我妈妈在旁边，我妈妈在旁边。然后的话，就是我妈妈今天有去看哈。你妈妈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吗？姐姐们，你们觉得同意了没有？就是同意了的打个同意，还没同意的打个没同意。那怎么还问这个？姐姐们，你们昨天有没有看我们直播的呀？有的打个有，我看一下。二哥，你开心了，丈母娘同意了。姐姐们是这样子的，知道吧？嗯，我就是那个，我之前那是一条。就是姐姐嘛，就是我老妈的，我那边梁山的老妈，那个暂定的是那个七月二号，知道吧？然后的话，我们是我就是也一起把那个刚刚说是我一直都在这里的嘛那个问题给你们回答了，好不好？然后我的话是从我们两个的话是从梁山过来的，然后昨天到这边的，然后我们梁山老妈是把那个就是我们。就是日子定在了那个7月2号，就是暂定的，知道吧，姐姐们？因为婚礼的话，那肯定要两边都要协商着一个日子嘛，对不对，姐姐们？对的，哪个对？嗯。有你信的吗？信的吗？哪个？筷子上面那个。哪个？就那个。没事。嗯，然后我们过来的话，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过来的话就跟就是这边丈母娘一起商量看，就是是女方定的吗？姐姐们，你们那边是女方定的还是男方定的？我们这里的话肯定就是要两方一起商量着定的，知道吧？嗯，对。所以就是我们昨天是过来就是跟那个丈母娘一起就是看就是愿不愿意啊。就是之前的话这样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就是之前的话你们都知道嘛，所以就是遇到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暂时的困难，知道吧？暂时的困难。然后的话就是我们这次也出去学习了，也那个就是丈母娘这边看到了我也有在努力嘛，不是那种就是好吃懒做的呀，一点都不学习的那种，知道吧？然后就是认为虽然我就是没有那个还没把那个房子给弄好，然后那个礼金也还没凑齐，但是的话就是丈母娘认为我们两个是那么的相爱，然后的话就是也通过了我们的就是努力，也看到了我们在学习积极向上，所以的话就是说去看一下这边，去看一下那个，因为这边丈母娘啊岳父啊这些一起都要去看一下日子，是这样子的，姐姐嘛，知道吧？对对对，是这样的。哇，就是我们还没有给就是家人们，我看到好多人都说今天第一次来的呀什么的，我们就是姐姐们还没有给妹妹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给妹妹点个免费的关注和免费的赞赞哈。对，家人们，我们进来的家人们欢迎你们，晚上好，我们一起打一波晚上好，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的话我们一起就是进来的姐姐们，我们一起就是每人点个两三下的赞赞，好不好，姐姐们？对，尽快看日子吧，因为时间已经快要不够了。主要是我待会儿还不这种嘛，妈，就是
就是的话，因为姐姐们是这样的话，日子的话是我不能去看的。我不知道你们外面是你们的大人去看，还是老人去，还是说小孩，就是我们这种人去看。但是我们这边是我妈去看的，然后我妈的话今天有去，今天有去，然后她，是自己决定的吗？不行，这个是自己决定的吗？你们是自己决定的吗？对呀，就是爸爸妈妈去看的哈，这个是爸爸妈妈去看的，对。哎，阿哥他们一直都在说是你妈妈看的那个才是，那这个岂不是起中途了吗？这个岂不是起中途了吗？中途了吗？加上我们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就是梁山老妈那边的话就是暂定了那个。就是暂时的定在了那个7月2号，知道吧？对。然后这边的话是丈母娘和老丈人这边。没有，是我妈的意思是说那边可能对我的家庭没那么了解。对。所以的话，为了以防万一，我妈她是说的是她要更好的去把这个落实下来，而不是说就是梁山妈妈定的那个日子看一下跟我妈妈这边的日子一不一样。嗯，对，如果一样的情况下她才能够放放心心的，是这个样子的哈，姐姐们是这个样子的哈。要看一下我的肚子，对，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对对对，虽然我们俩的话是通的，但是我们两个的有一点点还是会有区别啊。对，只是不大而已。规矩是差的。然后我爸爸这边的话，主要是我爸这边也昨天也给我妈妈就是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爸爸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爸的意思就是说，家们你们觉得我爸真的，我觉得我爸太好了。我爸他说等我跟二哥结婚的时候，哇，就要给阿哥，你知道吗？我爸昨天给我妈打电话，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他就跟我妈说不要太为难你，然后等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因为你是没有爸爸的嘛啊，然后他就说到时候他就给你送一点牛，等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但是他要看，所以我就什么叫不用了呀？那你未来的什么岳父啊？岳父。你未来的岳父送的心意的话，你到时候得要接受啊，这种是一种幸福，知道吧？是幸福。其实背过就是屁股。其实对不对呀，家人们？这是幸福哈。他没有父亲，早就那个他考了本科，还没有年纪没读，他就说要肯定好，他怎么说？对，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姐姐们，你们结婚的话有嫁妆吗？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我跟着二哥一起的话哈，可能我跟着二哥一起的话，我就是相当于只是把我嫁过去的这种，应该是没有嫁妆这些吧？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哦，妈。啥？嫁妆这些？哦，有啥？嫁妆这个不能嫁妆。对，所以我爸爸能够提出这个要求，已经算是在整个村破裂一次了，你们知道吧？送牛的话咋拿回去呀？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是不是我爸想的是他帮我们两个养着的意思呀？我们俩要赶回去的话，都得要赶个一个月两个月了，为了一条牛。他的意思是啥子？你拿得多就拿不动就卖了，就拿去做啥？怎么可能卖啊？爸爸的心意怎么可能卖呀？还不是一样噻。对，我不知道姐姐你们外面有没有嫁妆，我不知道你们外面有没有嫁妆，但是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我们家的话，相当于是二哥这边拿米来娶我，娶回去了以后，我这边是没有任何的嫁妆的，就相当于我穿一身华丽的衣服，就我们彝族的服装，然后就直接就嫁过去了。
其实这个嫁妆的话，姐姐们，不知道你们外面有没有，有的大概有，没有的大概没有，我看一下。就是我们不管是他们这边，我们那边，我们那边梁山也是没有嫁妆的，知道吧？对，就是有那个彩礼，但是没有嫁妆。你们也没有的吗？对，我们那边也没有的。哦，那我们两个还是一样的嘛。就是以前的话，姐姐们，我告诉你们，以前的话，那个什么，这就是娶个媳妇二三十个。那个什么，W 三四十个 W 的那种一分那个嫁妆都没有，知道吧？我们那边，对，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他们这边也是应该是跟我们那边差不多一样的了，知道吧？哦，他们说被子，他们说要拿，要从我家被子也要拿几床，可是我们这边好像没有这些。然后家人们，你们外面是有没有那个什么是4G还是5G 来着？什么叫那个有没有啊，姐姐们？什么四？有的打个一，没有的打个二，就是，还是是娶媳妇要4G还是5G来着？什么叫4G五 G 啊？就是对我好像就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有那些有一些朋友说娶媳妇需要5G还是4G这样子的，知道吧？但是我们这边是不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个3G啊、5G 啊，这个样子。没有。没有，这边是没哦，3G是吧？哦，对，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的。嗯，3G就是黄金戴的戒指啊、项链啊，什么这些。我也感动。哦，3G哦。对，对我们这边也是没有的这种话。所以就咋说呢？就反正我就觉得我爸特别好，因为我们整个村上每一个结了婚的人他都没有，他们都是不会给这些东西。但是我爸说要给一头牛呀，家人们。嗯，真的没骗你们，没骗你们。他早就打算了。对，就阿哥，到时候如果这头牛你是要还是不要吗？因为我知道你们那边是没有这种嫁妆的，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第一次这种的，就是到时候这个牛的话，姐姐们，你们觉得用不用？姐姐们，用的打个用，不用的打个不用。其实就是我们他就是，爸的那个心意我们领了嘛，但是我感觉就不用了吧。怎么就不用了呢？领了就可以吧，那是爸爸的心意，说明什么你知道吗，二哥？嗯，说明爸爸对你的重视度，说明爸爸非常认可你。爸爸为什么会给你送这头牛？而且我们村上任何一个人结婚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你，我爸爸想把你当做他儿子一样对待，知道吧？因为首先的话，我们也知道嘛，就是你的话就是。我爸爸也了解你的情况，很早就知道你的家庭情况了，所以他很希望我们两个一直坚持走在一起。然后我爸就觉得你虽然是没有爸爸的，对吧？但是他觉得你就是他的儿子，所以相当于以后你是有爸爸了的，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这头牛的话，我个人觉得哈，哪怕我们拿得回去也好，拿不回去也好，这是我爸爸对你的一个重视度和一个喜爱和一个信任度，哪怕你啥都没有，哪怕我们过去了，我们知道房子也要自己装修，但是我爸爸还是毅然决然把我交给你，是因为我爸也是一个苦过来的人，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份责任心，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对我细心体贴。两个人认识了快要有2年时间了，虽然你没有来娶我，但是我爸看人一向都是很准很准的，然后他就是觉得这2年来你没有大声的哄过我，没有对我怎么样过，对我又细心又体贴，哪怕啥都没有，但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真的。哎，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不管就是那个姐姐们，就是咱爸就是对我像儿子一样看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在我心里的话，第一家嘛，我是没有那个什么父亲的，知道吧？我小的时候就那个啥了，然后的话就是既然我娶了一林，然后的话我肯定就是不管我的就是实力有多小多大，就是他的话就是肯定像我也会像去就是当成自己那种亲生的
爸一样去看待，是这样子的。对，对，所以说我爸爸的这份心意，你不要说不要，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二哥，你不能说不要我爸爸。虽然可能对于有钱的人来说，他只是一头牛，他只是一头牛，但是对于我爸爸来说，他比什么都还要重要，他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二哥，你一定要收下，知道吧？就是我是怕是什么呢？爸这边。哎呀，你就不用怕这样，不用怕那样的啦。就是你收才好，你不收他心头知道吧？可怜你的。事情可以吗？那到时候看，到时候看嘛，好吗？好吗、嗯？真的是老是啥都是不收不收的这样子。那到时候看嘛，好吧，姐姐嘛，好的话打个好。对，到时候再看嘛，好吧，姐姐嘛。那如果二哥就是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是要穿啥衣服？我这里是有我妈妈以前用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那一个。等等，肯定要穿。拿起来看哈。穿一次一。看了个行吗？拿给家人看了，中行吗？就是到时候没有，就是反正好激动呀，我们快要结婚了的这种家人们，你们知道吧？你又可以坐车的，不可以？就真的好，阿哥就是，就我们的话就很就好开心呀。如果是梁山妈妈的那个日子和我妈妈的日子一样的话，什么叫送货上门呀，姐姐们？是我送货上门还是阿哥？现在是阿哥在我家，阿哥已经这份真心真意，你们还看不到吗？那如果一个人不爱你，你在家里面矜持死，他也会不爱你的呀。什么叫送货上门呀？真的是，哎呦。那这什么叫送货上门那送货上门的阿哥，你喜不喜欢吗？嗯。你什么叫送货上门？哪里有送货上门？没有，我都不知道啥叫送货上门。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啥意思啊？哎，啥意思啊？你们说的。我也不知道啥叫送货上门呢。送货上门就是先怀孕，姐姐们先怀孕啊！不要听别人的，没有没有，姐姐们没就是我知道嘛，但是我只是。我很就是有的姐姐们，大多数的姐姐们说不要去听，但是有的姐姐们就是有的大哥有的大姐就是说还没有结婚然后就已经怀孕了的这种就是送货上门。可是我并不觉得这个是送货上门哦，要一个送一个，这是他的怎么是送的了吗？我真的服了，姐姐们。就阿哥你起来嘛，我跟你说嘛。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啊，他是不是你的嘛？他不是我的，那还能是谁的？对呀、啊，所以这个不叫做送货上门，这个叫做你光明正大的来娶我，对不对嘛？对。是不是这样的吗，姐姐们？是不是嘛？是一件好事情，对，真的是一件双喜临门的事情呢。对。但是我们两个。要不现在就开始准备，我去看一下我们俩结婚穿的衣服。我结婚穿的衣服你要不要看一下？姐姐们，我结婚穿的衣服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要的打个要。我穿啥衣服呢？穿啥好？你觉得穿啥？你那些穿肯定要穿椅子服装吧。但是家人们说让我穿婚纱嘞。婚纱吗？婚纱还能穿吗？婚纱肚子弄不到了还能穿吗？婚纱你看嘛，但是你看家人们说让我们穿婚纱，家人们要看要看，要不我们先带家人们去看一下我的婚装，然后阿哥我陪你去，还是你帮我拿过来？就是拿过来，你帮我拿过来嘛，下面没网。哎，外面哦，行，外面可以。哇，真的好好，你们看一下姐姐们，我们这边现在是绿油油的。但是姐姐们你们知道吗？穿婚纱照吧，不是我的这个肚型，你们觉得还能穿婚纱吗？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肚型。应该可以吧，我感觉姐姐们可不可以啊，你们觉得？你们觉得我还能穿婚纱吗，姐姐们？应该还可以吧，还没天黑吗？还没有，姐姐们。你们觉得可以吗？就是能穿的，姐姐们打个能；不能的打个不能。阿哥，你看。我感觉应该可以穿的吧。
你看嘛，人家家人们都说可以。嗯。你看，为啥我？